姐姐，李子良，你放开我！别动，让我听听你的心跳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谢依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玩过的测谎游戏吗？你还爱着我，你的心跳就是证据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轻易的变心。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不管是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和你一起承担。姐姐，李子良，你们已经分手了。你的行为构成了骚扰，我可以报警的。李泽良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就放过谢依吧。李泽良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已经跟厉泽良分手了，所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姐姐？只有厉泽良能帮你说。姐姐今天的照片呢？作为惩罚，没了。谢明浩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想法。你想通过积累照片的方式分析你姐姐的位置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照片我都处理完了，你什么信息都得不到。越是忘不了厉泽良，我越会变本加厉的搞欧曼。假装爱我都这么难了。对了，明天还有一出大戏要上演，等着吧。